言字旁，古代人席地而坐，言旁就像一个跪坐在地上的人正在说话，表示同言语说话有关的事物。说，说话的说，说字一边是言字旁，表示说与言语有关。右边的下面是儿童的儿，上面看作是两只眼睛和一张口，表示这个儿童正在说话，一边说还一边眨眼睛。你看，我正在说话呢。认，认识的认，认字的左边是言字旁，右边是人字，表示要交谈说话才能认识别人。伞，雨伞的伞，伞字像一把撑开的雨伞。竖心旁，竖心旁是心字的变体，表示同心理活动有关。怕，害怕的怕，怕字左边是竖心旁，右边是白色的白，怕字想象为心里害怕，脸都吓白了。
吃，吃饭的吃，吃东西的吃。左边的口字表示吃东西要用口，同时我们把它想象成一块饼干。右边部分是鼻子、嘴和下颚的简笔画，表示张着嘴要吃左边的饼干。两点水，两点想象为两块冰，表示寒冷。冷，寒冷的冷，冷冻的冷。两点代表冰块，表示天气非常寒冷。右边像房屋里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冷的身体蜷缩在一起，他的脚上还穿着鞋。冰，冰箱的冰，冰雪的冰。左边两点想象为两块冰块，右边是水字，表示水冷到零度以下就结成了冰。壶，水壶的壶，壶字想象成一把茶壶。
毛。毛字想象为像动物尾巴上长的毛。尾，尾巴的尾，尾字的上面是尸，表示身体，下面是毛。尾字想象为，许多动物身体的后面都长有一条长毛的尾巴。八，尾巴的八，八字想象为一条虫，或是一只小蝌蚪，有一条长尾巴。车，汽车的车，车子像简笔画画出的一辆车，有车厢、两个轮子和车轴。广，广阔的广，宽广的广，广字想象为广阔的房屋，一点表示烟囱。库，库房的库，车库的库。库房是一间房屋，用来存放东西。库字的广字头表示房屋，下面的车字表示库房里停放着一辆车。
军，军队的军，军车的军。军字的下面是车字的车字，上面想象为一张网。军队的车子要涂上迷彩的颜色，上面用网罩起来，进行伪装。这样的车子叫做军车。朋，朋友的朋。朋字由两个月字组成，朋字想象为只有一个月亮，它很孤单，又来了一个月亮和它做朋友，两个月亮成了好朋友，两个朋友在一起玩耍。有，朋友的有，有爱的有。有字一边是右字，表示手，一边一横一撇，想象为一个人，这个人不小心要摔倒，旁边的朋友出手扶住他，表示朋友间的关爱，有爱。